滚轮一样从下巴往上推，跟我们手势是一样的，从中间往外。这头大头的滚轮很适合大面积的帮我们的脸整体的拉提。好，额头可以从眉骨的地方往发际线的方向推，让你的脸整个都拉上去。然后小的这边呢，可以来按鼻翼旁边，一样是往外推。眼睛容易水肿，容易有黑眼圈啊、眼袋啊，通过这样的动作都可以帮你改善哦。还有常常通过这样的方式按脸，因为它会促进血液循环嘛，所以可以增加我们皮肤的免疫力哦。哦，而且会长痘痘的朋友啊，这是很好的，因为它可以预防痘痘的生长。我今天逢就长了一个痘痘，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大，脾气有点差哈？好像有一点。我们刚滚的用完了。